Hello， 各位，我是 Finfer。那今天呢，要回来玩我们的《艾尔登法环》的 Convergence Mode。那上次呢，我们试玩了这把超帅的武器，然后打倒了葛瑞克，我们又可以换新的护符了。那这些跟上次一样，都是可以加攻击力的哦。稍微看一下就好了。我觉得我可以换这个，可以增加物理攻击的。好的，我们来去打 Boss 吧。黑夜首领西古尔，啊？哎呦，哎呦，他会抓起。哎呦，别这样。我没注意到欸，竟然出血了，这么刺激的吗？才刚开始就有新的 BOSS 可以打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这是干嘛？哦哦哦哦，好帅！我手上有 buff 了，怕，很怕，哎呦，呜，呜，哎，他可以背刺欸。哎呦，原来可以背刺他啊！那我绕他背，抓到你的弱点，背刺，哇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啊！哎呦，哦，我活下来了，快跑！哎，看他会追，嘿啊，哦，好玩，好玩。哇、哦，他攻击都不会停的，除非我离他很远。哇、哦，天哪、啊，他追得很紧呢。哎，他的马，他的马在外面。Hello， 小马，小马，你有什么话想说的吗？你的主人已经不在喽。他的小马要任我处置。也不是吧，他的小马，这个是 bug 还是怎么样？难道他也变成了一个训练用的假人吗？训练用的假马？好了，我要去大赐福，我要看有没有卖他的装备，请告诉我有卖他的装备，我超想要的。追忆力量，哇，没有，他就给一个王之卢恩而已吗？这么帅的装备竟然没有卖吗？真是的！哇，那好吧，那、啊、他的马还在吗？他的马还在、欸，那匹小马真的是给我们试刀用的，他就在那个位置站着不动。哎，干嘛干嘛？干嘛干嘛？我杀不到他，他耍我、啊，过来，过来，
有了，我想到了，我想到我有东西可以用。我们饼骨撒在地板上。哎，哎，被打到了哦，跑了，跑去哪里？哎，你他妈，你还想走是不是啊？喂，哦，罗德尔骑士一整套 ，OK。搞不好这边有那个短裤哦，看他有没有加进来。莱恩尼尔松，撕棉短裤，撕棉长裤，笑死！原来有啊。什么仓库？这才不是什么仓库呢！原来他又把他加进来，看来是我上次误会他了。我想说，魔族怎么可以没有那件小裤裤呢？啊，他有加进来。我突然想到那个我之前还没有通过的洞穴哦，那个很可怕的那个求学洞窟。这是求学洞窟吗？这是求虐洞窟吧？这个你们等一下看就知道了，求虐洞窟。你们应该已经发现了很不对劲的样子了吧？我还是想要用跑的，我不想要理他们。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哎呦！哎呦！快跑！快跑！当初就应该把那个 boss 给打掉，这样我就不用经历第二次了。这个好可怕，这个真的超刺激！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快进去！哎呦，我好痛！哎，你等等，你等等，别这样！我这个伤害比之前来好太多了。别死！哎呦，好乖好乖，让我卑鄙啊！让我好好卑鄙卑鄙！哎呦，深红荆棘树枝，好恶心的感觉哦！哎呦，这怎么好恶哦？哇！哦哦哦！好帅，超帅的，而且哎，你怎么会有一个家伙在这？哇！哇，这个超帅的！哇塞！虽然看起来有点恶心，但是他使出来的招式真的超级帅的。啊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传送到哪里？日阴城？嗯？传到这边来？哎，这是围殴，
哦，痛！走开！看，死狗！哦，我又被狗打败了，我永远逃不出这游戏狗的魔掌，我永远逃不过他们的魔嘴啊！看好了，各位，我来卑鄙他。这种路上进来的小瘪三，不要对他客气啊！哈，这伤害，这伤害打得很舒服。大家要小心，不要把帕奇给打死了。帕奇的盗贼军团，他们都是廉价劳工，他们甚至不算是廉价劳工，因为他们根本不收钱。帕奇，我劝你冷静哦！有没有看到我手上鸡鸡？有没有看到这只？我才打三下，差点把他给宰了！烤帕奇屁股！帕奇，你有没有闻到一股焦味啊？我觉得有点臭臭的。你都不会烫吗？这个屁股有练过，金刚屁屁。来看那个帕奇有卖什么新东西？人呢？嗯？哎，人呢？没有人呢？该不会在火山吧？该不会已经跑到这了吧？是来这了吗？你说开店怎么跑到这鸟不生蛋的地方开店啊？这是马尔基特球具，皮革铠甲，这个是帕奇的钟吧？我来卑鄙他。滚啊滚啊，我的猎物，滚啊！这把真的很强，要是这东西不是魔族的，我觉得应该会被削得很严重。啊，火山学者一整套，看一下那个火山学者一整套，火山学者套装，我觉得蛮好看的，还有做那个花纹。哎，我这团雾过去不就好了吗？超吵，超级吵的。这下面应该有一只土龙嘛，没记错的话，下面有一只土龙。也许我可以把它引出来，然后用卑鄙战术。哇，伤害没有想象中的高。撒冰雾下去看看。用冰雾好像比较好哎，哎，都最后了，直接跳下来把它干掉，不知道这只能不能卑鄙、欸。他竟然不会持续翻滚吗？他这个翻滚是怎么回事啊？他这个翻滚被改掉了是不是？哦，真的，他那个翻滚的被改掉了。
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！哦，他差点把我给做掉，好险！哦，明亮黑焰卢恩，来看一下有没有新的魔法。哦，这个是新的哦，黑焰炮击、目光祝福、黑焰仪式和贵族气场。我其实蛮好奇，他这个魔族之后如果完善了，他会跟现在的一样吗？还是说他会改？因为我之前玩他的《黑暗灵魂3》的魔族，他那个旧版跟新版的差异其实会蛮大的。以我玩他《黑暗灵魂3》的那个魔族的经验的话，他会在后面加很多新的怪。这个目前还没有看到太多新的怪在这个游戏里面。一只一只来，不一只一只来，我根本没办法打。哎呦，哎，他们好像过不来哦。哦，他们好嗨哦！你看他们在狂欢，太嗨了吧！你们在开趴啊？魔法师吧，魔法师是吧？魔法师是吧？啊！哎呀，光有一颗大脑袋是不行的啊！哦，好，我们来看新的魔法，滚烫岩浆、格米尔之怒、亵渎者的愤怒。熔岩石，提升 10% 武器攻击力，降低 25% 武器精力消耗，同时降低 20% 防御能力。岩浆石，哇哇哇！这，这个也太……这也太好笑！哇，我这个放下去，我画面还变得有点卡，欸，好像不太妙。用这个魔法，这个黑焰炮击是……哇，它是飞上去，然后这样子掉下来。这个是什么破击炮吗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。哦，这个很帅，这个是拉达刚的招式吧？哎，我怎么不记得这边有一座塔？这个是新的吧？这边怎么多出了一座小塔？这个是有放什么东西在这上面吗？还是只是要来糊弄我们的？不是吧？哦，宝箱，欸，这个宝箱还是黑暗灵魂的宝箱，先打一下。害怕，我怕他把那个宝箱怪给移进来。幻星者之路哦，他原来他有那个，哦，他有告诉你哪一个地方有哪些新的东西可以去拿。我东西拿了就直接跑了，我完全没有注意他有给这些东西。我们可以去这些墓地探索啊。嗯，很弱。嗨起来！哇，哦，很嗨很嗨！嗑药，摇头喷雾。好了好了，够了够了。哎，欸，要翻车了，血量要翻车了。
哎哎哎！很好，很乖，很乖呀，很乖呀。这干嘛？嗯？哎？这不能用吗？这好像不能用哎，奇怪。好吧，不能用。好了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的游戏就先玩到这边结束啦。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个喜欢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那我是 FanFern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